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，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囚犯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